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ro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m。头发打结时，以下哪种方法最不伤头发？请作答。那个 B 老师 ，B 慢慢解开啊，因为你用湿的话，它还是会有打结，然后在梳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受伤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画面哪个颜色的口红会让牙齿看起来会变黄？请作答。就是，应该是裸色吧。这个可以直接贴。恭喜你答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有色盲，然后我觉得好像裸色看起来跟牙齿比较一样，我就觉得牙齿好像黄黄的。这题是对的。还好。答对12题，赢家就是你，欢迎揪团来挑战，快下载一期直播，准时抢奖金。